大家好，我是老五。老五特别感谢粉丝们帮助老五，给老五减轻压力。老五在这里呢，谢谢所有的粉丝们。那么有了粉丝们的帮助和关爱，老五呢一定会用心的照顾我们家每一只狗狗。老五不说就是说照顾得很好哈，老五会尽量把我们家每一只狗狗都照顾得好一点，让他们呢生活得好一点。好了好了，不急啊。棉花也干嘛呢？棉花，别惹事啊。牛牛，你干嘛呀？牛牛，啊？你看他老是想欺负那个来福哈，不要互相欺负啊！听见没有？好了，老五给粉丝们看一下这些狗狗。等一下，老五给粉丝们呢拍一下那几只我们家的京巴。那些京巴是这样子的哈，老五讲了很多次，它因为它长得很特别哈，和这些狗狗不一样，腿短眼睛大，跑得慢。所以说呢，他们也没怎么出镜哈，出镜特别少。等一下，老五就给粉丝们来拍一下。棉花不要学坏啊！刚才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看那些毛毛多好。这只小的就是我们家银凤，那一只金凤呢？刚开始是胆大哈，这一只胆子小，但是现在反而它两个不一样了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，这只你看胆子大了，它敢在外面跑着玩，但那一只就不行哦。所以说那一只老五就单独养，再养一段时间，这个让它跑着玩吧。它吃东西也吃得特别好。好了，老五去给粉丝们拍一下那几只京巴。哦，拉姆他现在反而胆子大了哈，嘿嘿嘿。那几只京巴呢，老五已经喂过了，但是这些毛孩还没吃饭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拍完那几只京巴给你们吃饭啊，好不好？等了吧啊，团团啊。右边这一只呢是前链，中间是重生，这一只是草莓，啊，这个是前链，这只是我们家瑞瑞，这只是我们家胆小的小玩玩，玩玩。前链你们吃过了啊，等一下喂外面那些狗狗啊，好不好？你吃过了，这几只还可以吧，都比较活泼啊，也不胆小，就这玩玩，就这一只小玩玩。好了，给你们吃饭啊。来来来
这几个大毛孩呢，刚才大家没有看见吃饭哈，老五是单独喂的，老五还是有点担心，但有时候会在一起哈，担心多一点吧。这是我们家安安，那是元宝、艾迪、毛毛、娃娃，过来了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他对我们人很好，经过过来了，你很好啊。好了，没有你的事啊，你很好，我没说你，我就说旺旺。再，这是我们家圆圆。我们家那一只小德牧呢，新生的，可能有几期视频大家没有看见了，是怎么回事呢？老五是单独放的，为什么单独放呢？他那么小哈，他都发情了，所以说老五把它单独放哈，放个十多天也差不多了吧。再过几天还是一样，老五会把它放出来和这些猫孩在一起玩。那么小的发情了，好好玩啊，圆圆。你看这个还粘人呢哈，这个他喜欢粘人呢。你看他不知道要干嘛，干嘛了？渴了，打屁屁啊？干嘛了？你在干嘛呢？给我握手了？你又不会啊？你看他好像像抱抱一样哈。我抱不动哦，你有70斤，忘了。